不会掉下来，卡住，掉不下来。我一直觉得肩带很紧，你看，又勒出痕迹了。我一直觉得肩带很紧，就是它会勒出红红的。那这个肩带该怎么办？还是我把肩带直接索性给它剪了？我们就让它变成一个就是没有肩带的上衣。对吧？这也不会造成我肩膀这个负担嘛，对吧？说剪就剪。没事啊，它不会掉下来啊，它不会掉下来啊。最近有够凶，不会掉下来啊，它不会掉下来，卡住了，掉不下来。啊，只是后面这边我怎么剪得到？等一下，我去旁边剪一下后面的。好了，索性把它剪了，舒服多了。请问举重选手尝试失败后离开会说什么？皮卡丘被扁会变成什么？那小品客你怎么那么色啊？好色啊！面包超人扭到脚会变成什么？面包超人扭到脚会变成什么？牛角面包超人。牛角好、哦、好、哦、好、哦欸、你们不会觉得面包超人那个真的很奇怪吗？他遇到小朋友那个肚子饿的时候，他直接从他的头这样扒一个起来给那个小朋友吃、欸、然后他扒了之后，他就这边缺一个洞，之后他就变成就是没有力气 去打败细菌人。
然后要找那个叫什么？那叫什么爷爷啊？果酱爷爷吗？还是什么爷爷？他要做一个面包超人的头，然后丢过去，然后把那个面包超人的头换掉、欸。这超恐怖的，你不觉得很恐怖吗？对，小时候觉得很厉害，长大想起来，超恐怖的、欸，小朋友都吓哭了，是不会吓哭啦，只是就是因为他是漫画型的，你就会觉得还好。如果他演真人版的话，他铁定很恐怖。佐波为什么超人要穿紧身衣？为什么超人要穿紧身衣？因为救人要紧。主播蜜蜂死了会变成什么呢？蜜蜂死了会变成什么呢？蜜蜂袋。蜜蜂袋哦，好哦，中文英文是吧？蜜蜂袋。请问举重选手尝试失败后离开会说什么？我妹去讲，他是那个健力的选手。我跟我妹讲好了，我跟我妹讲，我妹去有点奇怪。我要看他的反应。主播哪个行业不会受伤？哪个行业不会受伤？冰受伤。主播哪个动物最色情？无尾熊，因为他抱着大树。他每天抱着树干，白痴哦！不是哎、欸，我以前哎、欸，我这样说起来，我以前男朋友都不幽默哎、欸，他们都不会跟我说笑话哎、欸，好扯哦！找一个幽默的男朋友好难，我的男朋友都不幽默，都不会跟我说笑话。一只兔子不幸掉进了一个箱子，结果出来的时候它变成一只鸭子，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这种兔子变鸭子，因为那箱子里面放的是变压器。好哦，我的天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好哦，好哦。主播，请问哪一种人话最少？哪一种话最少？你这种人吧，不敢恭维的人。好啊，不敢恭维啊。好一个台语啊，恭维啊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你讲这个笑话，那个人不会台语的话。他一定会问说那个恭维是什么意思，一定会有人这样问。欸，你们还没有那种我觉得超级爆笑的笑话欸，都还行，就稍微可以笑一下，但是还没有到那个超级无敌好笑的那种。超级无敌好笑哦。有一天好棒棒好美丽好帅气三个人去游泳，结果三个人都溺水了。好帅气因为游泳所以先把好美丽救上岸，小美丽就问好帅气说阿武就好棒棒。阿武就好棒棒。白痴，笑死。皮卡丘被扁会变成什么？卡丘因为他不敢皮了。有一天有小鱼遇到大鱼，问他说你喜欢吃什么？大鱼就说我都吃讲话很慢的小鱼。然后小鱼就说哦早。突然讲话就变快了。好白痴哦。好啦，站起来转圈。今天穿这样，这是上衣跟裙子是分开的，它可以做这样的造型，也可以这样，因为它是交叉的，然后也可以拉下一点，变这样，对，好了，啊，我先去拿我吃的，我等一下上来。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一下吃的。你们先笑话先去查一下，找一下好不好？不要讲那个我根本连看都看不懂。大象，大象，你的脖子怎么那么长？长颈鹿。
阿力博士失忆会变成什么？阿力奇象人。你们的笑话越来越难笑哎、欸！饼干结婚生小孩之后会变松饼。傻眼。米奇和米妮过夜后，米妮会变成什么动物？松鼠。那跟松饼不是一样吗？这次就是刚刚饼干跟饼干的那个松饼，好吧？董卓请吕布等人来做客，邀请貂蝉作伴。董卓想要测试他们，所以叫貂蝉把奶涂黑。突然房间灯暗亮了之后，所有人手都是黑的，只有吕布是白的。吕布笑着露出黑齿，好变态！那小品课你怎么那么色啊？好色啊！